Hello， 大家好，我是田中先生。今天我们来到花东纵谷西侧的明里村，就和这里的其他村落一样，从空中望去，广阔的稻田包围着村庄，居民们大多是以种稻为生。但你可能不知道，明里曾经是花莲的烟叶重镇，甚至是全台湾烟斗密度最高的地区。在烟叶盛产的50年代，当时的明里拥有超过40间以上的烟楼，所有的居民都是直接或是间接的从事烟叶。那是一段既辛苦又风光的日子。明里镇的历史大概是在日据时代就好了，不到光复以后呢，一直到56年就开始公办型哈，就开始推广，一直做到94年吧。2017年，烟酒公司收购最后一批本土烟草，替台湾百年的烟叶画下句点。如今的明里已经见不到烟田。而村内保存良好并且有对外开放的烟楼只剩下2间，分别是明里13号旅行与明里社区烟楼。哎，你好啊！哎，你好。你坐啦。这烟楼吼，我算18岁就入来到伫这个皇家，即卖我已经83岁啊。这间粉仔间拄民国44年起起来。这就是叫做菜猪楼啊啦，吼、哦，啊，上顶头，迄就是高桥啊，顶头迄个塔，迄就是你漏水去。你若看云啊，是30度、40度的时阵，迄就爱开用土啊，爱甲土哦，无安尼偌悬安尼，吼、哦，啊就哪土哪悬，互水去，互拢总互走出去。啊，因为你若顺顺互变互水互清，迄、那个互清去吼。啊，背起来粉，就人安清清清，拢袂像斑。这个土吼，红土，就是伫庐山去啊车过来，啊用咱的稻草，甲咱浇咱这边的山半山土，啊剁剁剁剁剁的，啊含芦屎吼，安尼个用好圆圆安尼，啊削的，啊才去落去抹。阮较早就是拢去到山迄边的山顶，搓这个竹啊。凑这竹啊，啊，再用迄啰沿线落去，安尼甲并安尼，啊，再全抹一坨安尼抹起来，拢用竹啊哦，足辛苦的哦。所以那是故意留的。故意留，像甲挂空安尼要让人看的，就是内底拢用安尼去砌起来。今仔日来，这是漏水器的吼。啊，这上边。这就是看温度，袂使，因为门袂使定来开袂使，啊，就爱看一下温度表，直接看即摆看温度几度，30度、40度，吼、哦，爱升到偌悬安尼，吼、哦，这就是看温度，吼、哦。迄、那个空就是听茶的，啊，这条就是烟筒讲，啊，迄个烟没有出安尼去，吼、哦，啊，这以前这有空，吼、哦，这有看有无圆圆的空。吼、哦，即若迄落个时，规个拢封掉个时阵，就是要甲浸互黄，无爱互伊水气哦，炸要互封互黄，敢若伊浸咱个豆菜要发芽，你看要浸互黄，对，敢若咱个金蕉要甲浸互黄安尼啦吼。即、哦、就是要干粉啊，啊更好，已经干好，拢摆伫遐，大家拢伫遐接手，啊接去内底开始要调。即四口练断即个杠。就是对来，我拄仔甲你讲，迄个烟筒讲，迄茶对咱行起来，啊，迄个烧气，哦，对这个大杠安尼来，吼，烧气啊，迄茶的烧气啊，迄个大杠安创到49位，啊，遐阁有四个空哦，圆圆吼，遐一空，遐一空，迄就是你漏水去，啊，这四个空。好像有迄、那个房啊烧掉，迄房有歹去啊，烧掉的，迄就是你看你的粉啊黄到几度？吼，就譬如讲你已经25度开始，哦，你黄了，吼、哦，开始23度，开始黄啊，就甲开一点点啊芳啊，吼啊，顶头嘛甲开一点点啊安尼，啊要好漏迄个水气，较袂干水，这漏水气上重要呀。这就是土叶啊。上下骹这批就是上歹的，上水许就是这个所在，哦，中站，中这个所在吼，上水的所在就是这，
啊，这阵唔知是我甲忘，哦，这丛个啊水，哦，啊这都算四点五点分拢伫遮，吼、哦，这四点五分，吼、哦，这我、哦、这上水的这边，吼、哦，吼、哦。八零年代初期，新型的堆积式烟楼开始引进台湾。相较于烧柴的传统烟楼，新型的烘烟室是以柴油作为燃料，具有更高的效率及稳定的品质。而这也是许多明理人对于烟叶的最后记忆。这个是我们应该算是最后使用，也是比较接近比较现代的。我们讲的混纳烟，然后这个是它呢，主要它是吃油的。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里面的结构。它上面会做上下两个夹层，上面呢吹热风下来，下面也会吹热风上去。因为它后来的时候，它是会掉成两边，它这里总共是四排上下，然后各两边，然后各四排这样子。然后它利用这个热循环下去把那个烟叶烘干。然后我们可以到后面来看一下它后面的一些之前烘烟的机器，啊，这个东西呢，就是以前在观看烘烟的时候，你的烟叶的成色是不是需要升温或者是降温？就是依这边来看，烘烟的开始之后，你大门就不能再开，只能透过这个小橱窗来看一下它的成色。啊，其实旧式的也是有，但是问题是它的会比较小洞一点，然后后来它比较趋于现代，它就会做的比较大片一点，让你可能可以观察的比较更仔细这样子。现在机器呢，大部分都已经拆掉了，但是还有一些东西保留的，可以跟大家解说一下。那以前呢，主机大部分在这里，然后它是吃柴油的，所以正常呢，以前这边会放很多油桶，然后呢，这个就是以前在嘎油的，我记得好像是一两天就要吃掉一个大铁桶的油。所以他们可能大人有时候就是可能三不五时就要嘎两下，嘎两下，让它一直保持油的状态。我印象中记得是它上面会接一个通风管过去到上层，下面也会有一个，下面其实是掏空，现在我们把它填平了，下面其实是掏空的，它是上下用热风下去把它烘干的。然后这边呢可以看到一下以前旧的机器，这边可以调上面、下面，然后这边是开关，大部分就是这样，会比较现代了，不会像以前传统的都要依照柴火下去，然后你添加多一点，它就火就比较大，温度比较高。然后现在就后来呢，之后呢就变成说吃油的，就品质上面会比较好顾，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的 NG 了。我记得传统那个烟楼不是说什么比较嫩的就要放到最上面。比较老的放在最下面啊，像这个也是一样嘛。后来就比较没有这样子，因为它的受热已经很均匀，很均匀了，就不用那么特意把它分类了。哦，对，小时候比较有趣的就是说，我们烘烟会有那个可能烘过头或者是烧焦的部分，我们都会把它剪掉。有一段时间呢，都会有那个原住民朋友过来收购那些烟草，他们。有时候小时候我们都会问他说：“欸，你回去怎么抽？”然后他都说他拿那个菜刀剁一剁，报纸卷一卷，就这样可以抽烟了。你自己有试过吗？其实有，很辣，很苦，不容易燃烧啊。而另一间明理十三号烟楼，原本是闲置多年的废弃空间，在经过整理并活化之后，现在成为民宿，目前也与明理社区发展协会合作。收集并展示与烟叶有关的文物，是个相当值得一访的景点。来到明理，除了感受农村的宁静悠闲，也可以一窥过去百年来在烟叶和居民之间那些曾经辉煌过的岁月与记忆。我是田中先生，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好，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并分享我的频道。另外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才能优先看到影片哦。如果你有任何关于农村的议题或是资讯想和大家分享的，都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告诉我，我们再来一起评估拍摄的可能性。那就这样，拜拜。